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南端，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门口，广东广州北京路天河城百货门口，浙江杭州延安路546号杭州百货大楼门口，湖北武汉水果湖步行街中百仓储门口，湖南长沙步行商业街黄兴广场，江西南昌广场北路万达广场，安徽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合家福超市门口，四川成都春熙路步行街孙中山铜像，重庆解放碑广场，广西南宁青云街万达广场，福建五一广场，云南昆明金碧路金碧广场，河南郑州二七广场，山东济南泉城广场，河北石家庄永辉城市生活广场，山东济南泉城广场，陕西西安新城广场，山西太原柳巷街与铜锣湾步行街交界麦当劳门口，其他地区受害者到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门口聚集。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十一上街，不见不散。